Hai semua, saya Syed Irfan, berlakon sebagai Biko. Hai, saya Azri Ismail, saya megang watak sebagai Izwan dalam filem Biko. Saya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Hari Bapa kepada bapa saya dan seluruh bapa di Malaysia. Dan terima kasih kerana telah mendidik dan menjaga kami semua sehingga menjadi orang yang berguna. Selamat Hari Bapa. 自从这一个 pandemic 开始，我已经有一年多没回家了。然后我跟我爸很少聊天，所以我很感谢这一次的比赛能够有机会让我表达我的爱。反正他有时就跟他交谈哦，在 video call 咯。那时候他小时候小谢他会画一张图画。 啊，放一个狗皮哦，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狗皮哦吧，啊，挂在墙壁上啊 ，Father's Day， this is your present， 啊，狗皮哦，把它挂在墙壁上。这是我们第二年不能一起庆祝父亲节，所以我决定送他一个很特别的父亲节礼物。 就不见你哦！有人送手表来嘞，啊，Honor手表，红Honor的，对，有两个，很多很好啊，很多功能啊，有两个 laptop 跟手表，看到那个 laptop 了没有？那都现在我跟你讲话的 laptop 咯，这个 laptop 很轻罢了，你知道吗？然后它很抗力的，那你不用怕你手震跌下来也是不用紧的，你知道吗？你不用这样。 你不用怕太怕它了。OK。然后它的 screen 很大，所以你不用每天讲，怎么那个 screen 这样小的？哦。screen 很大的嘞。那个也是 Honor 的飘头啦。嗯。啊，对。然后它有 eye protection 的，还有 blue light，所以它不会伤眼睛的。嗯。然后你可以 set 去 blue light 咯，eye for eye protection。然后哦。 你不用每天哦烦，哎呀，要 set 什么 password， 要 set 什么 password， 它是 fingerprint 的，你可以 set finger 用 fingerprint 来开你的那个电脑。对啊，里面也有我们的照片，以前的、去年的照片，啊。因为现在哦，这个 COVID 不是除了 check 你的 temperature， 你也是要 check 你的那个。 Oxygen saturation 嘛 ，SpO2 啊，所以这个手表，你看我也是有在戴着。这个手表也是可以 check 的，然后它也是 check 你的 heart rate 咯，所以你要一直戴着，你知道吗？你要一直，你睡觉也是可以戴着，因为它可以 set， 它可以 detect 你的 heart rate 24小时。嗯，像它用 battery 用的 ，battery 可以耐几久？ 你 charge 一次啊，你不要每天跟我讲，要 charge，不是讲 battery 用完了再另外买 battery， 不用，哦，哎，它不是那种旧的手，它不是那种旧的手表的呀，是 smart watch， charge 一次可以用14天，所以你不用怕每天讲，哎呀麻烦要 charge 电话，麻烦要 charge， 这么一直要 charge 一直要 charge， 不用的，可以用很久的。 很好啦，Father借了很好的礼物给我。这个手表，人家打电话进来，他会给我信号啦。啊 ，handphone 打进我的 handphone。来，我现在 call 你啊。啊。看你。啊，有啊。啊，你 try 接一下。Hello。 啊，有啊，听到。我听到你讲话。你是听到我讲话啦？我听到很清楚，大声吗？啊，大声。 你就每天喊大大声鸟，小小声都可以听到。你讲
叫车的时候，你不用一直看你的电话啊，有没有人打来啊，你不用一直 check message 啊，所以他你直接可以从你的手表那边 check 到你的 WhatsApp， 然后你可以直接接电话，当做 smartphone 来等抢电话啦。好，我很喜欢，很满意。很久没有回去了嘞，我们。啊，现在 MCO 想回来。after 一个月才回来哈。OK 啊，这个疫情我们就回不去了咯。啊，不用紧啦。所以你要照顾你自己，你知道吗？啊，我会照顾你，你放心。爸爸 ，Happy Father's Day。OK，OK，OK，Thank you， 拜拜，拜拜。